这门锁着。看看有没有能 What the fuck？ 地震了还是被人攻击了？这什么古拉格？哎嗯，嗨 ，Talk you everything 也行。我操，怎么死了这么多人？No way， 不想去那儿。Hi， 绝了，这还是个对话游戏呢。嗯，他对了一团空气突突，也没有门槛啊。哎，他人呢？好像雷，你人呢？哦，三阶门槛，这地上见着了。哦，这哥们直接，好家伙！这怪还逃出来了，我靠，这边要五级门槛才能走哎。有些尸体，红不拉几的，这边二级可以走。这边要三级才能通过。哦、好高端的样子，为什么有生化危的感觉？我也觉得这像是个毛的做的 SCP。 那边有四级，真就 SCP 呗。我只感觉我绕了一圈，开门游戏，这里门挺多啊。我神童呢？什么东西过去了？真就毛的做的 SCP 呗。前面有个石雕像过去了，还有石雕像在地上挪动的声音。看看能不能从这边走，感觉过去我就没了呀。这底下能钻过去吗？好黑，看不见。好，我们的卡升级了，四级了。溜了溜了溜了。非得清洁一下吗？紧急时间哎 ，Let me pass。好家伙，觉得这种门设计的是真的弱智。哎，那边有司机。到底该往哪边走啊？这是澡堂子？还真澡堂子。啊？我进入了澡堂子，然后屏幕就黑了。
哎呦，这澡堂子能通往，进入另外一个境界。哎 ，SCP 澡堂子。可以玩水，哦，这个澡堂子好像是这个设施里边最菜的一个奇异物品，没啥用，进去泡澡没有然后了，走了走了，没意思。吉祥物 SCP Pouch， 这是怎么死这儿的？贴的这是。哎，这个研究设施啊，就是这种小窄的楼走廊就没有别的了。我的天啊，真的憨。看起来电源是关上了。这回开了吧？这不是蓝屏吗？这底下不对，这底下是没开机吧？哦，是，有怪。Hello。死了还行，过去就被拧了脖子还行。哎呦我靠！哎呀哎呀！我干这个！你好，这边是武器，坐电梯走人喽。去几层也没跟我们说。等等，是往上走，是往下走啊？看来是往下走的，我又距离地心更近了一步，就没出去过。我怀疑这个作者只会坐地下，不会坐外景。开门，开门，两边门全开了啊！这边有个雕像。还有只猫，可以撸猫这个游戏，好吧，不知道有什么用，没准这个猫也是 SCP， 也是收容物品。哎，这个雕像百分百是了，看这雕像就不正常。中世纪雕像可以在任意的墙体内穿梭，只要从墙里边出来就是。啊？这个嗯是什么意思？这么多香的，这猫不会饿死吧？哟、哦，怎么又是你？这也是一个最菜的收容物。
只会在这站着，啥也不会干。搁这下棋呢。What？ 这个雕像好像听见声音哦，不能踩玻璃，踩玻璃你就被拧脖子，绝了！能造不能发出声音？哇、哦！直视他没事吧？哎呀我，好像只能看着他。离能离近吗？哦，这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俄罗斯版小哈生嘛。倒着都好慢、啊、OK nice， 哦，怪物大战惊了，直接给秒了已经，好家伙，哎我怎么跑不动，怪物大战都整出来了，雕像直接被秒，雕像直接被秒了、oh, fuck， 谢，又一个领便当的，坐电梯走了，哎靠，把电梯整坠井了，我掉血了，啊啊！死里逃生，我又 ，What the fuck？ 为什么还能追？我靠！哎，啊，对。不是这个太慢了，这个太慢了呀！走了走了走了！妈的，我吐了！Mary， no， that can't be， 这不可能啊！这男主媳妇儿，这是不是 SCP 啊？可以幻想成，可以变身我老婆的模样，去诱惑我的 SCP。操，他不会就是那个雕像变的吧？跟 SCP 结婚生子儿，啊啊！给我一爪子，好，好小伙子。这儿的门怎么才是四级的？不够，我五级卡不够我开的都。
又给我一爪子。这个怪就是会啊！哎，这怎么这都有队友？然后这 SP 就被崩绝了。怎么我逃到哪儿就都有怪 ？How are you？ 你可以走吗 ？Yes， nothing is fine。Good， we need to move。Let's go do this。你带路吧。加油啊，老哥！加油啊，拿枪的大哥哥！真可惜，连把枪都没给我。你就应该先把枪给我，你再走前面。哎，哦，这是这个设施的服务器机房吗？看看能怎么使。威廉尖叫，我操！啊！我下载了所有的文件。是时候逃离这个地方了。怎么还下了文件？合着我保到这个设施就是为了下片了呗？惊！老色批的力量真是太厉害了。哎，拿到了面罩 ，mask。我是不是还差个神筒？或者？就是有没有非要戴着面具走，然后尘埃吧。哇、哦，死了好多人！主角这能力是让所有的队友嗝屁，自己没事。哎，这怎么都有停车场啊？那这离地面应该挺近的吧？这个坏掉了，我需要修好啊！我需要找到什么东西。哎呦！啊，主人公是间谍，好家伙，这间谍自己命都快没了。哎呦，终于看见这只狗了！这只狗从游戏开头追到我游戏结尾，我到现在我才看见它，真的太感动了。我还以为这游戏根本就没有狗的模型，原来有啊！这面具不能摘吗？为什么这个灰尘狗吸了没事，我吸了不行？我操！我身后有影子，我靠！完了，到这一层我的门槛都没有用。不是，好像是猎犬。不是，讲道理，狗的鼻子比人类的更灵敏，它闻见那种受不了的味道，它先受不了了，好吧？它得先给自己呛死了。可能人类闻到臭味，哎，不对，那为什么狗喜欢吃屎呢？寻衅猎犬，哎呦，看见那只狗了，兄弟们！完了，我刚看你半眼。不让我爬的，我也觉得这可能是丧尸犬之类的。看它只吃死人肉，不吃活人肉，它就没咬我。妈的，今儿，哎呀，撞我一下还行，好家伙！
操！我快要屁都看不见了。他确实没有，他撞我。哦，这个油没了，油箱空了。要找到油，但是我们这一桶空了，去别的地儿看看。好呀，这煤气罐搁这，哦，怪不得戴面罩。我寻思这戴了面罩也没用吧？浓度这么高的话，我找了个，我捡了个啥？扩建地雷是什么东西？还是啥玩意儿？抽根烟，冷静冷静。断子成真，谁没事干，搁这摆了那么多燃气罐，然后我们拧开阀门搁这站着，什么意思吗？我操，这电机还开着，哎，这灯管就能把这么引爆了吧？我寻思。说实在话，兄弟们，这么多煤气罐，这么大的浓度，别说我戴面具有没有用，这灯就不应该亮着，应该早炸了。哦，我要把那个发电机里边的油抽出来，那发电机是开着的呀，我的天呀！哎，我寻思，不是我寻思啊。活塞发电机活塞在动的时候，那不是也有火花吗？汽车引擎里边不是也有火花吗？浓度太高，不会炸还行。这个。我尿了一壶，我觉得是推这个梯子，还真是。然后我就钻进去了。这个通风管，我干！我打扰到你飙车了是不是？而且你怎么开的门？你告诉我。把这个油倒进去，这狗真的狗，什么玩意儿没看清楚。为什么这回是慢慢走过来的？我摆了个扩建地雷，把狗给炸死了。不是，你里边全是煤气吗？ Freedom 还行，自由还行吧。我终于逃出来了，这游戏居然还有室外效果的，我以为只能在室内待着呢。哦，哈利卡夫特儿，不是，那这扩建地雷不应该把整个地下给炸烂吗？
怎么逃出来的？傻了。啊，总而言之，他就是逃出来了。带我走，带我走，对面。Keep to yourself. Get by the hand driver. 要么就是给他，要么就是不给他。Fine, I'll be quick. 嗯，男主是说了话，还有东西没拿吗？我都严重怀疑仓库第二层有东西没东西，仓库第二层屁都没有。啊！哎！哎！哎！啊！我操！我傻，这我被一颗导弹给锚了。啊！哦哦哦！好吧，有个结局是上飞机啊！我他妈选了两个最憨批结局还行，哎呦，哎呦，哎呦，那怪还搁那走呢，哎呦，嚯，好家伙，这什么玩意儿？战术核弹吗？啊，不愧是毛子的游戏啊！啊，我的，哎哎哎，不是，你确定咱直升机扛得住这玩意儿？我傻了，这感觉选什么都一样了，无所谓了。你说死的快点跟死的慢点的问题吗 ？W， 好家伙，你搁这使命召唤四是不是？一夜之间，20000个弟兄就无了，老戏菲尔德了啊！那人死了吧？就我还活着。我操！什么玩意儿炸了？炸直升机还炸了？这他妈这都没死！哈哈！啊，那哥们儿是死绝了。留下硬盘，拿着硬盘，扔了。哦，军队的人来了。哎，这主角才是 SCP 吧？我靠，把我给研究了，怕不是。我好像又被抓了，耶！男主居然还能回家，真的假的？摧毁硬盘研究我，留下硬盘研究他们。我拿着硬盘就把我给崩了。啊，这一切是梦吗？
你解锁了一个结局。哦，结束了。这是，我估计是两个结局中的其中一个吧。这好像是个回家结局。男主刚才说了句"我觉得 hungry 了"，去弄二龙位吃。所以说这算是，这是在梦里边的男主，还是说逃出来了呀？又要看一遍这个动画，丢掉硬盘第五章结束，留下硬盘开始第六章，可能我又要看一次核爆，要 S 炸。咻，嘣！我的队友要死一死！第二轮太阳，快走啊！再不走，直升机要炸了！哎，我看那只猫了，哎，那有只猫，还有我的撬棍。猫猫被炸死了。好，拿着硬盘，然后我狂奔，卡起脱离胎。我操！解锁新剧情。好家伙！我的。我逃了有人烟的地方来，居然。哦，另外一个结局，这是真正的自由哦。刚才那个是虚假的自由，绝了！我让这哥们白死一次。哦，不是从这边走，这边走。撬棍背包，有备而来，哎。真就地铁2033啊！恭喜您获得物理学圣剑。所以说我们来这干嘛呀？老半条命了，半条命 DLC 地铁啊，真的像地铁。耶！嚯，能打掉哎，细节还可以。我也是第一次见 CryEngine 模拟雪天，感觉也不比地铁模拟雪天的那个画面差，就是缺了一点点细节。哇，大场面！这他妈是雪崩了吗？楼塌！对，地铁是毛的游戏，是以前是个毛的小说，
小说改编成游戏，塔夫也是小说。本来小说里边男主要死的，后来游戏里边为了没让男主死，就把剧本给魔改了。具体是按照小说改编的，小说里边男主死得很惨，但是游戏里边就没让男主死得那么惨，就没让男主死。准确来讲是，所以说把箱子整了，你干嘛呀？哦，游戏名那叫推箱子。箱子是真的像 CF 跟 CSGO 里边那个。滑下去了，绝了！不愧是毛的游戏，连 bug 都一毛一样啊。摁 F 扔石头，我根本就没砸着啊，说实在话。还能扔石头的，搁这玩儿。哎，我看前面过去个人，搁这玩儿点哭呢。这不是我的车吗？不是吧？我要把车推开吗？推不动，推动了，不是啊！这车首先，我不知道是挂什么档啊，反正大雪天他居然能给把车给推动了，毛子牛逼呀！我操，这么大块石头，这是煤块吧？这不是煤块，太有钱了，拿煤砸东西。谁？优秀的物理系统。我寻思没拉手刹，大冬天你也移不动这玩意儿。SUV 呢？可是那还不是个轿车。所以说这是禁区吗？我来禁区找什么呀？这个门锁住了，我上塔看一眼，康康有什么装备？没有，空的，想多了。找老婆，那应该是收容设施的怪物的幻象，不可能是真老婆。做梦，这啥 ？Fuse， 听见别人的脚步声、啊，捡到了保险丝儿。耶，我可以从这儿爬进去吗？假如撬棍是啥都能撬开呗。好，找到俩保险丝儿。
应该能开门了吧？嗯，哦，看见了，看见了。行了。理论上来讲，这门能开了吧？可以了。为什么这边还有火呀？有人住在这儿？还两？惊，还真有人，还是一坨人。Waiting for you。你拿着数据跟硬盘了吗？What do you want？这又是可以选双结局哇！这游戏好像有好几个结局。哦！突然跑酷。一个扭头，档案被删除，好家伙，档案被删除还行，搞真就跟 SCP 一样呗。你解锁了新结局。哎，我怎么还能在里边跳？数据删除。应该是另外一个结局。您又解锁了一个结局，这是什么结局？惊了，这个结局就几个字就完事儿了，我都没有必要打。这个结局我就被。男主加入了他们还行。啊，这还有反抗军的吗？好吧，这个游戏就这么多结局，讲的就是跑到这个地下，结果误入一个设施，发现设施里边都是被收容的怪物，还有这个管理设施的保安，然后男主下载了数据，然后跑路。